我说，就是你不可以这样 post 嘞，你这样 post 的话越会越来越惨的嘞。会越来越惨。你放我的名啊！你这样放我的名啊！讲我的，因为我就是钓鱼仔哈，等你还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你讲，不能一下，我去报他了，我去报他。喂，很烦啊，他一直这样子说话。你不能一下，我听说你一下去报他，因为你讲什么？我去安装你，可是问题是啊，不是安装的不符合的问题，问题是他懂你的名字啊，不是我安装的你。对哦，没错。我跟你讲，我很麻烦的，这样我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看他没退休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他再没事，你跟你讲，我直接报他。你跟我讲，他再没事，你我直接报他。OK。现在变到很像烦到我这样，可以变成那有。我变成我。先说，要是报他，你不可以写我的名，你又在写我的名啊！你他又出很多本身这种话了。没有，真的很难讲的。我就直接报他了，我直接报他啊！因为我是给他顶替。你这样写我名啊，一定你拿这样个报他，因为你写那个名啊，这样。因为他们就是很像没有东西做的，就是你越 entertain 他们，他们越会什么的。但是我不要去，根本都不要去比赛啊。还是你报，他就不给，他就不给什么呀？你总要报啊，你报啊。网络他没有用吗？可以用别的靠的吗？这种根本就是无聊的了，对吗？嗯，别的靠你再用报啊。啊，这样我不。登录坏吗？但是我会 delete 整个 account 会更好。哦，这样啊，啊不能你整个 account 你是没啦，先不要啦，因为你想 follow 我呀了。我想 follow 你，问题是他怎么名字？照片你拿吧，照片。没有跟照片没有关系，问题是他懂你的名字的，他懂你名字啊，我照片从他也是会代理的吗？我跟你讲，他这边是几个？你跟我讲，我直接报他。OK， 我直接报他。原来是你拿下是播出我的名字了，这我的名字。对，那还是来几个？我先给你的。OK。我，你不可以这样播出嘞，你这样播出的话会越来越惨的嘞。越来越惨。不能你放我的名，因为你放我的名啊，你这样放我的名啊，讲我的，因为我就是钓鱼仔哈，等你还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你讲，不能一下，我去报他了，我去报他。喂，很烦啊，他一直这样子说话。你不能影响我，你说你想去报他，因为你讲什么，我是安装你，可是问题是啊，不是安装的不符合问题，问题是他懂你的名字啊，就是我安装你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我很麻烦的，这样我跟你讲。